我妈，你不等我，我就不行了。好了好了，下次等你不行吗？嗯。你的了，反正我康康。我先煮个饭，然后再。出煮饭了，怕。对呀对呀，哼，主人是不是不行？拿他一百，就拿他这么多钱，嘿嘿，别这么傻，人主人，不说了吗？那就没事了。小白，快走吧。好。现在呢，只有康康。嗯，来了来了，再下来吃。嗯，开吃。嗯，好香啊！走了走了走了，走吧走吧。来来来。我要记住了，走吧走吧走吧。行，我先上个厕所。嘿嘿，想想，这地方没有。哇，太聪明了，早点吧。我要看看他怎么弄。嗯。哎呀，我干嘛跪着呢？哎，先看看主人动静。
有没有看到啊？哦，关灯。没看到。啥？他人呢？他人又跑哪儿去了？你再不说，我就把你当狗吃。别呀，别呀！吃蛋糕呢？小朋友，你是问的问好，为什么？别人在看。人呢？蛋糕呢？在哪里？我偷了。人呢？人呢？人呢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吧。咱们再见，拜拜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点关注，收藏转发。再见喽。